大家好，我是 Eddie. Hi guys, this is Eddie. Welcome to ChineseEddieG. In today's listening practice, I'm gonna use 100% Chinese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my nose and about my opinion wanting to have a nose job. So listen carefully, I will put the subtitles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or your reference. 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 大家好，我是 Eddie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，而且这个话题困扰了我很久，那就是整容。很多年轻人因为不满意自己的长相，会选择整容，那我也不例外。我最想整的地方是我的鼻子。 我大概从上大学开始，就开始留意到我的鼻子非常的难看，因为第一，它不是很挺；第二，我的鼻梁太塌；第三，我的鼻孔有点大，所以这些鼻子上的不完美让我没有什么自信。 我甚至觉得自己长得很丑。曾经有人告诉我说让我整整鼻子，说我其他的地方长得都挺好的，就是鼻子太塌了。每当我听到这个话时，我还是挺难过的，就在想。 为什么老天没有给我一副好的面孔呢？当然，我也不是对我所有的地方都不自信。比如说，我觉得我的眼睛还有我的眉毛长得很好看，尤其是我的眉毛，很多人都说我的眉毛很浓，长得非常好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 我还是觉得很可惜，因为我没有一个好看的鼻子呀。鼻子是长在人脸最中间的地方，如果我的鼻子再高一点，也许会有更多人喜欢我吧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需要去做鼻子整容手术吗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吧。好啦。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